师傅呢，从小教我们就是武德，除了我们练武术之外呢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练武术，除了强身健体之外，还是就是保护自己，防身，保护家人，还要见义勇为。这些东西其实到现在来说对我的影响很深的。师傅能耐大吗？我师傅啊号称是少林边王而且在传统拳方面他的造诣很深。少林拳，对，让师傅给我们秀秀本事。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比几个动作吧。好好，希望您的弟子遍天下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